者吴之伟台北报道，钟成汉在台视三立九日偶像剧《已读不回的恋人》向豆花妹蔡黄汝告白求爱，除了早晚问候、送花、买早点外，甚至出动了剧中神隐队的队员一起 QSO 助阵造势，还换上西洋王子造型出招，果真抓住对方的心。钟成汉表示，剧中逢影花招百出，不过他套路玩的招数自己私下还真没尝试过，以前追女生也总是单打独斗，从未动员过亲友团或死党团，因为自认不太懂浪漫，所能给的只有真心和诚意。他说，我想真心还是可打动女生的，要亲自把诚意说给对方听，让他了解自己在这段感情上的付出。钟成汉强调，也没耍过花招，顶多就是送对方小礼物，而有时唯一惊喜真的就是送花，笑说这可能是最土但也是最浪漫的招数了。钟成汉戏里秀爱花招百出，三立提供。钟成汉戏里秀爱花招百出，三立提供。钟成汉戏里秀爱花招百出，三立提供。